接下来请收看幸福国度慈悲之路。风声、水声、鸟鸣声，远远近近满腹层次的大自然的奏鸣曲，款款流过的水面上映照着惊奇的慈悲，房舍屋顶、门前空地，辣椒红艳的色彩泼墨般挥洒在一片碧绿古朴之间。忙着农事的农民一脸笑意地耕作着，饱满的稻穗启迪谦逊的人生姿态。不丹人民普遍让人留下生活过得很快乐的印象，那是因为他们用一种道德的方式在思维和处事，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幸福。圆满一天的参访行程，到达住宿饭店，大家赶紧布置晚上施食的坛城。在布丹的每一天，都会在饭店举办施食法会，邀请十方各界无依亡魂前来法言，保暖安顿，并同享法乐功德。宣布一下，如果各位现在要马上认养都可以。今天现场的羊有26只，10只大羊，1只10000元，讲的是布丹钱，8只。另外8只中的7000元，5只5000元，3只小羊3000元，所以各自你可以认羊。还有8只猪，有5只大的猪，1只35000元。如果你猪肉吃得多了，你就救大的。2只中的25000元，1只小猪10000元。现在开放认羊，好不好？抢救，这样功德最大了。另外，他们送来4只牛免费的大家感谢他们了。4只牛免费的是由他们当地的人知道要放生捐出来的牛，然后呢运费
运费运到这边来51000，工人费用24000，所以合起来是50万，50万的负担钱。昨天生的，医院他们验到消息。在普纳卡饭店进行施食仪轨前，师父宣布了今日有救护生命的福田。在大众发心集资下，有26只羊、8只猪得到救护，当地居民也发心放生4头牛。大家升起惭愧心，过去我们在无名无知的时候也吃过牛肉，吃过羊肉，吃过猪肉，所以我们要虔诚地向他们忏悔啊，就像我们杀了人家儿子要向人家父母忏悔一样。然后呢，也愿他们业障消除。各位等一下亲自给他们喂喂草啊，至于猪呢，反正什么都吃。然后呢，你�给他结个缘，等一下我们念60大明咒的时候啊，喂给他吃，然后给他转转经幡啊，愿他永脱离三恶道，生生世世他来投胎一定很欢喜看到你。爱与慈悲的耕耘，真正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不丹境内日日随着行程前行，也在不同地点都结下了善缘。好，大家赶快出来看这只白猪哦。这只白猪对面要放生，它就开始叫了，所以他们终于把它买回来，它自己就上车了。那个白色的这个猪我们简单讲一下它的今天放生的那个原因。本来他们今天是说这边河流这边的一个乡村里面的一些羊住的养猪的人，他们没有想到要去河流的对面，就是没有想到到河边的另外一边要去收猪。但是呢，他们在说这边的时候，听到河流那边呢一直在叫一个很大的那个猪的这个声音，所以他们立刻就听到了，就他以为是别人在杀猪，所以他们赶快的去那边的时候，没有人杀，就他自己一直在叫，所以他认为觉得好像他知道。就是我们来放生，放生的这个猪，所以他们就买回来了。那所以，而且他说他放车子上面呢，其他的猪都大概花了2个小时，一直在那上面。那他的话，很快他自己就对白色的那个猪，他自己就上来了。所以他认为觉得是这个猪跟你们有缘，他知道你们是来放他的，所以非常的感谢你们的护持。大家跟着念来。当愿所有牛猪羊众生，一切畜生道众生，孤魂有情等同享功德，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畜生。愿三宝加持，慈悲护念所有牛猪羊动物有情男女孤魂冤亲债主等，永为三宝弟子，从今日乃至未来不再伤害众生，保护一切生命，皆共成佛道，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好，各位再把你的法号布施出来，愿他们都有一个法号，我今天取的叫慈悲，愿他们生生世世为慈悲的化现。所有参与法会者，家中眷属、父母长辈、
所有病苦者同享功德，罪障消除，消灾延寿，同成佛道。好，他们车子要先开走了，那我们要继续赶快火供烟供，大家怀着依依不舍的眼睛看着这些众生，好不好啊？愿这些爸爸妈妈、六亲眷属、兄弟姐妹安享天年，然后马上我们要做火供烟供。在所有的罪业里面，杀生的罪过最重，在所有的功德中，放生的功德第一，因为所有的众生最宝贵的是自己的生命，杀了他，怨仇结了最深，救了他，他感激的最深。让世界充满爱，人跟所有众生都和谐相处，这就是佛陀的愿力啊！愿所有生命不要互相伤害，愿所有生命互相帮助。就像弥勒菩萨出生的世间，没有人会吃肉，大家都84000岁；没有动物被杀，大家都可以参加龙华三会。各位发个愿，回去以后告诉人家不要再吃众生肉，好不好？不要吃猪肉、鸡肉、鸭肉、鱼，因为所有物命都很可爱，都想活，都想要快乐，不要痛苦，跟我们一样。戒杀放生，在世风日下，人性泯灭的末法今日，实乃有心之士力行提倡。人人发大悲心，戒杀放生，使天地鬼神悉皆明我爱物护生之诚，则世界天灾自可转移，众报亲受，转为为安。不丹70万人口中，有2/3的人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村庄以务农为生，但在森林围绕下，全国农耕地不到3%。只有少部分农民使用比国际标准低的农药，而大部分农民以实施有机耕种，以腐化的树叶及堆肥作为自然肥料。不丹农业部长接受访问时说，在地球受到巨大压力下，不丹决定采取绿色经济，如果你走向集约农业，这意味着你必须使用许多的农药，这是不符合我们要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佛教信仰的。深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古老王国不丹，秀丽的景色和知足淳朴的人民，被外界一致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后的人间净土香格里拉。而20个行政区当中的布姆堂，则是不丹人民心中的秘境。
这里收藏了